Hello，妈，什么事？你在做什么？在下车啊，你吃饱了没有？现在要去吃。你那边有没有下雨哦？没有啦，妈，我等下再打给你啊，我现在在开车。OK，小心开车啊。回来怎么没有讲？给你 surprise 吗？吃饱了没有？今天妈妈没有煮你的饭呢。还没有吃，我们一起吃这个，走。妈，你吃这个，这个不辣的，没吃。真紧啊，你吃喽。都叫你吃喽。什么药来哦？你不舒服吗？血压高药。哦，等一下我跟美霞出去一下。今晚上回来吃饭没有啊？没有。哎，你申请做老师的出来了没有？上网 check 了没有？有，没有中啊。没有中？再申请过咯，妈妈还有一点储蓄，可以继续让你读书。我你也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，拍照片一天有拍一天没有拍，没日没夜，赚得了多少钱？好了，去。哎，我煮好了，你不要吃面。不要，我在上面遇到朋友。喝点汤啊。不要，不用紧。那你自己要小心哦。我走了。Hello， 妈，娘，我要回家，我回家。可以，你的人都不舒服，你怎么回家？医生啊，我妈咪怎么样啊？你妈妈中风了，我们等下会帮她安排手术。